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在赛前呢，一样要请到我们的阿布来帮我们一起介绍我们的先发打序哦。那我们就一起的将目光转向中外野的大荧幕。先锋中信兄弟的队长张磊说：“九号王维成，第二棒张夏很可爱，张夏很可怕，游击手九十号庄空宇，第三棒红八红八我金伟武，一垒手七十四号。”许吉恒，第四棒很厉害的猪猪人，中外野手七号张之豪，第五棒八进一进张环，走外野手三尺九号张子贤，小帅哥右外野手四号陈文杰，第八棒飞过大茶回走大象二垒手六十三号潘志环，第九棒本垒的指挥官超级警察捕手四十二号陈家珠，再来介绍中信兄弟的鲜花投手，今晚要带着中信兄弟一起拿下胜利。鲜花投手四十六号快乐宝拉德宝拉，最后介绍的是。从日本回来的中信兄弟最帅气的总教练二十四号林威柱总教练，哥哥们一起卖力呐喊，全力一员拿下胜利吧，干杯！好。非常感谢我们玛利亚在赛前呢有帮我们介绍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先发打序，相信大家听到之后我真的觉得他非常有诚意啦，帮我们介绍这个先发打序，先给他再次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大家。好，那今天真的也非常荣幸的邀请您来到现场。那这边当然我们也要特别做一些访问了哈。首先，其实想要请教玛利亚的是，为什么会选这个七十一号这个背号？对，因为七十一号，七月一号是我女儿的生日。哪里？就是我的猫咪。哦。对，我家的猫咪。哦，是你家猫咪是不是？哦，吓一跳，差一点让现场的所有的男粉丝全部心碎，好不好？来就不，没问题。好，没问题啊。好，七月一号是猫咪的生日哦，所以大家不要害怕的死，好吗？好，得就不，得就不。好，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想要问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平常啊，过去啦，应该都过去有没有看过棒球？啊，我在日本的时候看过巨人的。巨人的比赛，对对对对，可是巨人的棚是室内，对，所以来户外的棚是第一次，第一次，对不对？ 对，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刚也有问过，他说那个时候差不多是五年前嘛，在东京巨蛋，对不对？蛮久。所以他等于就是第一次算是来到了台湾，在台湾的球场嘛，对不对？是，所以那现在的这个。心情站在里面的心情目前是怎么样？这段太兴奋了，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在打棒看来看打棒球，这样对，就是很特别的感觉，很特别哈。哦，所以
阿龙，你的鼻孔吓到他了，他鼻孔很大哈。好，那其实也想要特别问一下，因为听说啊，你在来之前啊，好像有跟这个曹大帅曹俊阳这个教练，听说他好像有指导你在投球的部分，对不对？对，可是他只跟我说，就是动作慢慢，就是让摄影师拍的时间，这样，对，哦、所以没什么学到东西。哦，哎，大帅，麻烦那个，他很专业，没错啊，对，因为确实我们开球的重点，有时候其实姿势漂亮很重要，嗯，对啊，因为你人已经漂亮了，再加姿势漂亮就100分了，好不好？我会加油的。好，那当然我们其实也很期待了哈。那另外其实想问，因为。等一下，听说你会在看台上跟大家一起应援。那赛前好像你也有跟女孩们一起练习，对不对？我刚刚有练一下啦啦队，对，就是我会努力应援的。所以，那你刚刚先跟他们练习啊，这个在学这个应援的舞蹈啊，觉得等一下上台 OK 吗？其实我离开偶像团体很久，所以有一点自己感受到那个 bug 这样。对，可是我会全力加油的。我相信球迷朋友会非常非常期待你的表现了哈。那最后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接下来啊这近期的部分有没有什么作品，其实也可以让这个现场有你的这个粉丝们可以让大家一起知道的。就是我在木曜时装网这个频道继续在大家一起拍摄，然后呢我也有个人的 YouTube 频道，所以希望大家来看看 this。 好，麻烦各位按赞订阅追踪开启小铃铛 this， 我那个意思吗？叮咚叮咚。好，那我们接下来也要准备要进行开球，那我们也期待您的开球表现。那麦克风我就帮你拿着来，请小翔呢将手套呢给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开球嘉宾阿布玛利亚，那我们站这边就好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要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开球捕手呢，就是在我们这一次的抓抓挡把球选手拿下冠军的许基宏。好，阿布 ，OK， OK， 来，全场倒数三、二、一，请投出。好球，掌声鼓励。好，那我们呢也一起的来进行合影，来，小翔、艾比还有阿龙，来，我们一起的看着正前方的镜头，来跟我们的媒体朋友一起捕捉。好，我们左边往左边看，左边 Air 这边给我们的媒体朋友也一起拍摄。好，那我们也再一次的谢谢我们今天的开球嘉宾阿布玛利亚，还有我们的许。乡亲啊，看完影片不要忘记给我们按一个喜欢，还没订阅的朋友帮我按一下订阅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漏接每支精彩影片哦。